新马相当的受欢迎，这首演唱者应该是余英英，余英英在牛车水有跟他同档过。那这首歌你总共唱了几次？他总共唱了18000多次，掌柜清白挑万秋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金曲，经典的金曲。其实以目前来算，他是全新加坡目前是最久的一个台主。那是讲无啥来做过台超过市长，你以小哎，在今年毕业以后，我认识他的时候叫今年的话，今年的话也在讲，一到60几年开始就开始在做国台了啊，就是他啊，今朝让我们知影哦，演艺哦，娱乐制作都是今年的话，不在今年的话啊，换来这个名哦，来，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演艺协会嘛，就用演艺，好不好？来，那继续来到这一位，今年国台这个我感觉郑晓。